高雄闽南的云安老街是七老文化发展的所在。高雄市好比比就有请的青年艺术家去到老街的文创中心来驻村创作，还拍呢全港乡戏户外展览，大棚周边户外媒体的陈列，为大家看到田中客的多样风貌。一个厝尾一粒球发展是一档青年马周边作品。也就以六角形为结构的变法，如何做变形上陈用身体闽南文创中心展现的作品。以新年代的想法，讲的是客家世代传承的感情。在地上的风车可以拿起来玩，或者是有一些球可以拿起来踢或者是丢。那跟小朋友互动的这个过程，他可能会有一些疑问，或者是长辈们会对这样的一个作品提出一些讨论或者是教导。那对我来说，其实最重要就是这个过程，让这样一个作品跟有一个世代之间的一个延续。闽南有三十面乡山，丰富的佛山同多元的文化，在当地创业为文化资产。驻村艺术家邵义奇以今年的日常生活为主题，同详细观察用的作品地位，呈现无相同面向的闽南。一些人物的取材来自于我对这边的观察，就是一些比较常常闲聊的居民啊，还有在这边玩耍的小孩，然后把这些意象都截取了出来，然后制作了一个小型的木质的模型。那我希望透过这个点灯，在晚上它会有另外一个新的呈现。透过观察，驻村艺术家为闽南展现另外一种观点，也在传统的记忆地位开启亲子的对话空间。公司秘书表示，也想睇闽南文创中心的展览，希望成为云安老街乡的新景点。下个新闻整份资工报道。